谢谢各位的收听啊，我今天主要是开始播出我的影片啊，试着尝试一边拍片一边录音，那也借由五一这个日子做一个值得纪念的记录。好，那也在此先献上第一首歌曲《爱拼才赢》啊，这一次的疫情过程当中打拼的各个无名英雄们，不管是医务人员，或者是政府人员，或者是社会各方面的人士，都非常的辛苦奋斗的这一次的疫情，慢慢让它越来越改善了，越来越稳定了。希望各位会喜欢我的俊华音乐日常啊。接下来我为各位带来另外一首曲子，掌声响起，也借由这两首曲子，再一次在全世界疫情奋斗的，英勇的人士们致敬，感谢你们。Thank you.
谢谢各位看我们俊华的音乐日常，如果喜欢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好，更多的不同的版本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俊华的音乐实验室。